区的最高检察院22号晚发生火警，几乎吞噬主要建筑物。有检察官质疑今次是蓄意纵火，主要是为了销毁备受社会瞩目的贪污案证据，起火原因仍然有待调查。事发在22号晚7点左右，最高检察院传出火警，火势冲天，几乎将整栋建筑物烧成火流。警方出动超过40部消防车救火，火势燃烧超过10钟头之后才逐渐获得控制。印尼罗盘报引述最高检察署发言人哈里的讲话指出，检察署的职员和情报人员办公室受到严重破坏，但是资料都有备份。印尼媒体时代报报道，检察官拉兹曼指出，他怀疑今次是蓄意纵火，目的是毁灭调查中的舞弊案证据，包括涉及塔里银行丑闻的华裔商人陈国辉案，以及国营保险公司 Azura Sutura Suraya 的贪腐案。